哦，这就是富士山啊，已经到了它限定的最高的地方，然后不能往上爬了，每年大概只有一两个月，可以登山的时间，其他时间呢只能到这个地方。这地方有一个神社。叫小玉月神社，这边呢还有一个钟红碑啊，这是一个战役的明治38年战役钟红碑，这个是一个神社啊，日本的神社这个也不是算寺庙大杂烩，反正神社供的一个什么神也不清楚，很多神，这个是很漂亮的。很多的游客啊，这个叫富士山大社，还是不错的，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好玩的地方。看，这个人们善男信女在参拜啊，但他参拜的人可能也不知道，他们拜的是谁，拜的是什么神。我当时是知道，买了一些纪念品啊，一些东西地方。看那个就是富士山。好了，这个松树非常漂亮。那我们这个往前走就看看到走到哪个地方。很多中国人呢。前走走，这个富士山这么漂亮，非常神秘。这山顶呢，就是常年的积雪，不是那个火山灰，是积雪。然后，这个日本的这些建筑，今天五一节，日本它也放五一节，各国的游客都来。中国的和尚还是日本的和尚？啊，又看到富士山了，非常美。看看那个上面能不能上去？这是不是这个？已经到了极限了吗？我得问一下，哎呀。这一带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停车场见游客的中心啊，这个是个挺漂亮的典型的日本的建筑，再帅点是这个建筑，其他地方让不让去？我得问一下我们的导游啊，这上面能不能去、啊、看来好像就不能去了。那我们先到那个上面走一走，看那个那上面能不能往走。这个富士山呢，远处看非常漂亮，我们今天从东京开车将近2个小时，这个路上看富士山呢非常漂亮，但这个到这个跟前呢好像是
并不是太美丽，也不错了。这个马还可以骑马，骑马可以走得远一点，好像是。这个日币啊，登山的话，你看4000块钱，4000就等于这个40美元。好，这个山的山顶啊，是一个火山口。山中央的，山中央的在那个吗？需要注意的是，对，因为从后面还在那，还在那。睡觉啊？站着睡觉。对，站着睡觉。他为什么站着睡觉啊？对对对对，站着睡觉。这是个小马啊，小马驹，很不错。这边离这个山就近了，但是写的是 close。他就是不让上的，他需要通行证啊，还有这个天气啊，这些原因。那就是山的。啊，这个就是富士山。苍松翠白，也挺美的，也自有它的这个风味。啊，这个就是禁止的，不能去了。啊，你看富士山真漂亮，苍松翠白做近景啊，雪山山头啊做远景，那是非常美。哎，真是想哪一天这个登到那个山顶，但山顶是一个火山口，但愿登上那个火山口的时候，火山不要爆发。嗯，我们到这个上面看看，那就是游客。那就是日本的这个很多县市啊，可能是。那里还有一个湖啊，远景。来，这边我们是顺着上去啊，就是这个富士山。稍等啊，稍等片刻啊。是真不错。好，按两下。你看这个镜头能不能调一下？好，谢谢啊。这行吗？小开始。嗯，稍微黑了一点。没把黑了。没事哟。嗯，这不错。阳光太强烈了。嗯，没有啥。嗯，白羊吗？我这边的。我觉得这边好看的多，我都没看。也不叫富士山。妹妹，这个没看别的，你看嘛，人挺多，蛮肥的，我老板。
你们自己看这个。这个地方是不错的。远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富士山那个土，黑土。再看啊，这个那个富士山，这个拍得不？刚刚，那么开心，很漂亮啊！这是初冲啊，你看这个，松树发出这种嫩绿色啊，绿油油的。好呀，过去。好，这个是，好像是这个博物馆，看一看。Museum。哦，这个富士山已经作为世界遗产。富士山不仅是要看山顶，还要有它的湖泊啊，很多的东西。那我们出来然后我们再去走走啊。我今天参加了一个旅行社旅行团，所以等一下赶快要跟旅行社会合。来这边主要是就玩这些，可能到七八月份了、啊、
山解禁了之后，那才有意思。亲爱的，这个富士山，这是非常漂亮的，非常漂亮，令人神往啊！欢迎大家都来在日本呢、啊、看一看啊！我这次是第一次来，想必就第二次、第三次，这个富士山会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神圣的圣物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